慢慢建立自己的等级优势，所以先确保韩信的一个等级会比较好一些。就我刚刚也在说，前面你是分析了一个他们经济分配的情况。对于我们的 GK 来说，其实每线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逐一打爆。哎，那你看看一波三人秒掉啊！那对不起，达摩的话直接是被带走。